的一个快攻，不管跑篮上篮，他的突破是有一定的一个能力，那在快攻的终结能力上被大家忽略，是的，被大家忽略。哇，这一次老高这个就符合他的一个水准。这场上很明显就是靠经验的，高景伟也投进，相当高水准的比赛啊。这小高进攻也因为阿巴西的进攻士气拉了上来。开赛现在投篮是四投四中，弹无虚发。高景伟这边，高景伟是完全四个还是第十五个？应该第十五个，第十五个了哈。Nice pass，而且威廉斯他又策动策应的能力啊，给到了高景伟。佩中西是抢手的球队，不管是谢亚轩助攻菲克，还是克里斯跟阿巴西之间的连线，高景伟。今天小高云豹现在领先十二分，菲克分出来，高景伟拨到前面，没有人追得到他了。哇，小高上篮得分之后，现在云豹已经领先来到十四分，特工必须喊暂停。云豹现在领先十二分，菲克分出来，高景伟拨到前面，没有人追得到他了。哇，小高上篮得。时间剩下六秒，夏轩分。当然，这五次出手里面有三次都是蛮仓促的，而且都是高景伟在赌三分手气啊。进攻时间快到了，或者进攻打不出来，哇！小高不投三分，用他的速度来撕裂特工的禁区。威廉斯应该也二十个篮板了，八九八四，又是高景伟连得四分，哇哦！第四节克隆马好像影响力受限，他几乎没有持球的空间了。高景伟时间快到，啊！小高，表现。接进来，再给刘云凯 hand off 给到高景伟，时间剩三秒，高景伟弧顶三分球，高景伟三分球投进。这个三分球投进之后差七秒，两个人过来盯他，三个人过来，高景伟切进去给到林信宽，再给高景伟这个位置，哇！高景伟。